大家好，今天特别要为大家介绍的休闲圣地，就是新竹县横山乡的大山背休闲农业区，由台山县转入后行驶乡道竹35-1横峰产业道路，约5.5公里后就到达乐善堂。您也可以搭乘假日的6号公车前来哦。附近的景点介绍：一、百年古庙乐善堂。乐善堂建于1899年，至今已有123年的历史了。二、大山背农民市集，假日市集是让游客自主投钱而买的诚实商店。三、大旗洞山。大山背的大旗洞山海拔705公尺，步道好走，景观优美。四、旗龙古道，漫步在森林间，充沛的芬多精森林浴，让您精神百倍。这里是卫星定位的三角点，来到这里就有那个价值感。现在山顶上看到的这座漂亮圆锥造型屋顶的八角凉亭是赏景最佳位置点。这里是登顶步道的出入口。正前方是那个台68，台68了，台68，一条台68。啊，这条台山线，台山线的游楼桥，游楼西桥。飞凤山，飞凤山，啊，那边那边关西，啊，对了，那边关西，那边关西有，嗯，啊，还过了龙潭，山背大旗洞，海拔705公尺，哦，来，那边，那边，来，你有登顶成功，好，来，笑笑来。步道途中遇见一丛新微花，就在高顶农庄的门口旁边。森林步道中也设有一座石木凉亭，花岗石的石桌以供游客休憩之用。本影片非常谢谢您的观赏，再见。